要这支特价1580，然后后面有一支特价的999块。只是鱼还比较小，满头花，但是拍不到，拍不到满头花，但是那个头还没起来。哦，那个是一号后面，然后这一支2980，二号满头花，二号后面那一只1500。三号这一只特价1980，它跟2980你看的差别就是颜色啦，红色度淡了一点。然后它的后面那一只也是1980，别打。好，它前面这只3980。后面那一只1500，这一只1500，这个昂巴店以后起来整只都是红的。然后前面这一只1580，后面那一只999。好，五号后面，然后我们有进一些红德萨，改天再拍。这里，这个就是5800的鱼，红色度不同啊，红色度都水。这个还是六号，细头花，细头花蛮纹的哈。四号、5号、6号，好。然后这边有这个，还蛮可爱的，小尺寸的啊，灯光在最后面的，没关系啊，给 Gamco 啊。短身的，小的。这鱼大概这么大而已，那这头很大，好，短身的小怪物，好，这个3800，然后那边有一只特价2800，因为它差不多大，吃一样会出来吃哦，然后你看这么漂亮。他就常常躲着，但是你给他喂东西出喂饲料，他看到这一只出来吃，他就会跟着出来吃了。啊，今天刚给他放一颗大的水草，不然都躲在那边。超级大头，好，这个是最近的罗汉，哦，这个已经卖掉了。小鱼缸就可以买这种短身的，好。然后还有刚刚那边特价的，好，好，拜拜。这只不错嘞，看有没有谁要的，有这只。这只其实红下巴，以后养会很红，头很大颗呢，已经很大了呢，就比较大只了，才1580。好，拜拜。